但因为很多很多年了，现在已经发展到很多不同的元素，以柔克刚会不会更好呢？有一个条件是 KS、啊、可能我是跳 K K、嗯、F。哦，我觉得他是一个脑洞非常大的一个人，就是说他基本上在那一刻他能够迅速之间能够一下就进入到一个状态里面，有很多很多好的想法啊。Let's go! Yeah, yeah, yeah. 哎，那我们后面我们会抓他起来，飞起完之后然后会把我抓起来，然后大家就一起呼吸后中，哦，然后再然后再到前面，对，第一首歌后面不用配合，唯一要配合的就是叫就好了。好的，按照我们刚才的顺序呢，第一轮是由王一博队长先出。在 battle 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两边队长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我人生第一次 battle， 我很想玩一下。OK， 会很嗨的。OK， 加油！两位队长先握个手，怎么样？DJ Trap the beat。接下来就是我们王嘉尔队长的轮次 ，DJ Alone Trap the Beat。再给我们第一轮精彩 battle 来一点尖叫声怎么样？好帅，王嘉尔有点猛，太丰富了，这两个人专业 dancer 对吧？好的，把我们的难题交给裁判 judges， 3 2 1，恭喜我们的王一博获得我们的第一分。一博那边是一气呵成的。那这一轮 battle 真的是我自己感觉啊，这一场 battle 我以为看的是一场圈里的 underground 的 battle， 对，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啊。亮亮老师，两边其实都有优点，这边 battle 的时候他们团队融合了，让我觉得很自然，包括张力态度就很有 power， 然后这边有一些想法包括配合做得很棒，所以啊、就是真的两边都很好，所以我盼One More。蛋蛋老师，我觉得王一博组他们有一个先发优势，就是整个气场一爆出去的时候是不顾一切的，就是 battle 我就要赢，我有感受到这个东西。而我们的叶英老师，首先我真的感觉两边跳都很帅，对，然后这边很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噔噔噔噔，然后到后面蹦蹦踢踢，这几个地方配合都特别的巧妙，对。然后我判这边会是觉得从 battle 上面，特别是第一轮上来，这个气场一下子嘣压上来，会让我感觉更加的猛一点，对。两边都很强，对不对？两边都很强，对。我们把大动作全都跳出来了，就是很 hip hop。
同时用上我后面的一些队员们给我们烘托那个气氛，所以说我觉得 battle 很重要的就是气氛。 OK，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五分钟的准备时间，一会儿我们再回来进行我们第二轮的 battle。加油加油，第二轮给他大翻掉，给他毛巾全部抢回来。啊，这歌你选绝了，这歌蹦蹦蹦，这里对这首歌是一个 popping 音乐，而且层次很多，比如说开场到中间然后到一些呼吸点，我觉得这歌是可以玩很多花样出来的。我们会这样，看我会做一些这样的，对，然后我们会、啊、对，然后周边的人你们要发出一点声音，然后让周边的观众也会一起叫起来，我们把动作就顺下去。我觉得开车，我觉得像赛车马里奥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有一点，它有个蹦的上车。第二轮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有没有一些什么是可以更有趣的。这个音乐一放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之间想到一个画面，我想玩这个画面，我不玩的话我会后悔。对面王嘉尔还记得他上次的对掌秀吗？我们会做一个那个手了鸡冰，他最后是耶。所以所有人最后五六七八 end 的时候，所有人耶起来，耶。我们知道王嘉尔对这个动作是经常使用的，而且就是他很多招牌的动作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会把它钉给做出来。因为这是赛车的主题嘛，我最后会做一个这个，他冲过去，我过去，然后他跟，然后你们全部一个一个跟上，对，跟车，完了。好的，想问一下两位队长准备好了吗？这一轮由我们的王嘉尔队长先出 ，Alone Drop the Beat。Come on, Mary。再见再见。